大家好，我是西风。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教程是玩苍穹变去得到一个那个一个月的蓝钻激活码。那我们的教程网是3w.琳琅屋.com，客服 QQ 是53256776。那苍穹变的话，图标点亮是永久的，之前有出过一个教程，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那这边苍穹变的话，可以是网页版的去玩。那这边的话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是游戏界面，我现在在玩，是一个网页版的，我现在全屏模式。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蓝钻激活码碎片，这个获取途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纳戒抽取，然后使用三个蓝钻激活码碎片可以合成一个蓝钻激活码，使用蓝钻激活码可以兑换为期一个月的 QQ 蓝钻。我这边三个已经收集好了，我本来是玩着玩着，他给我第一个的时候，我不抱多大的希望，然后后面无意间很快的一两天，我就好像现在是第二天，我就收集到了。那这边的话是找到一个纳戒抽取的话，他那边可以得到抽取当前数量，这边主要的就是说抽最中间这个最亮的纳戒神秘宝箱。我本来以为几率很小，但是几率很大，7本2次就有一个了。然后抽到一个纳戒神秘宝箱，可以获得一个碎片，还有另外一个的其他游戏道具。他说有几率，有下面这边会说有机会额外获得蓝钻激活码碎片，但是几率我感觉的话是85%。保底的，然后接着这边是完成他每天的任务，不是任务，就是说他说完成什么任务就完成什么任务，接着就可以抽的话，一天中下来的话可以抽很多次，4、5次吧，大概的我忘了，因为时间我的时间玩的话，玩这个游戏主要是为了弄那个仓。玩这个游戏主要是为了这个图标的2级得练到45级。好，那这边废话不多说，给大家看一下合成后是什么样子的。蓝钻激活码获得了，好，再使用。当前无法是什么意思？兑换物品，我得找一下，我也不知道去哪兑换。使用可以或收到一封含有蓝钻激活码的邮件，但是我这边换不了啊。我百度一下，卡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它都很卡。
不过因为时间视频的话，我不想录制的太长，但看起来大家会觉得没意思。不过基本它上面有提示的话，如果真出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去问客服，客服就会给我们解决。如果真的不行的话，腾讯真的就是欺诈消费者。我这边有点卡。那基本的话，我重新叙述一遍，就是说玩苍穹变，然后每天完成那个他的纳戒里面的任务，去抽取纳戒里面的东西，抽到那个纳戒宝箱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碎片，三个碎片可以换成一个月的蓝钻，激活码，激活码就可以兑换一个月的蓝钻了。那基本这样的话，我现在是因为太卡，所以说录教程就不继续录制了，只是给大家告诉一下有这个活动。好，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